本身的脆皮鸡蛋，它就是有脆鸡蛋，那再加上可可的粉，就是可以让它整个的那个黏度跑出来。它里面还有菠萝啊，它里面还有龙泡粉、奶油馅，我觉得这是蛮特别的地方。它的口感好多层次，而且上面就是有一点中塔的味道，然后里面的珍珠啊 Q 弹，然后可是它跟那个内馅啊结合起来就是甜而不腻，对，而且有软硬兼施的口感，我觉得很好吃。泡芙做的脏脏包跟外面的那个脏脏包口感不一样，这个更好吃，更有嚼劲，然后吃到里面那个珍珠的馅料啊，就跟外面的奶油不同的味道，非常好吃，赞。